海南到三亚这种旅居，就是管吃住这样的一个。去年是第一年啊，去年第一年嘛，就住了一个月。所以这个今年是准备住到什么时候？啊，反正咱已经过了年。你已经开始了吗？还啊，开始了，这个就随便聊了的。过了春节，那时候我就紧张开了。嗨，没有，那个去年只住一个月，然后没赶上那个就是春节聚餐。没有。去年好像元旦没聚餐是吧？然后。反正我唱完就走了。你是去年也是三十一号哈？31号啊，去年31号唱完就走了。然后，今年的话是我听风阿姨说，这个聚餐好像是他这个老板就是说出钱让大家去聚餐的，好像说。今年啊，今年。然后他春节期间安排这个聚餐的话，是要有一个春节过节费嘛，然后让大家去再加钱。但是这个的话，我问风阿姨说，没有加钱。你们没出钱吗？好像是没有。没有出钱是吧？没有提吗？啊，然后那你是不是过两天再提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那个我听付阿姨说，好像说这个是不收费，就是让是他这个老总。肯定是人家王总安排请大家的。哎，王总就是，我是这个王总啊，真的这个人啊。你可不是说漂亮话啊，说漂亮话，这是我今年这亲身经历。您去年在二店住一个月，对，然后今年选择这儿。今年是本来说是，这就是说你要这样，我就把这个简单的经历和你。简单经历，没事，您说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，是吧？就是刚来是到了二店了啊，到了二店是总感觉说我应该多转悠几个地方啊，哎，出去看一看。啊，不要总在多了解，对比对比，是吧？没想到出去是，确实是不行。就是怎么说了哈，就是不管是王总哈，我可不是说恭维话，是说真心话。有比较，有饭菜质量，人的服务态度也好，管理也好，方方面面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哈，这不是说我说人家好，就是凭我一个人，大家可以来亲身体验，亲身来感受。有这个。有感受有体验才有发言权啊！对，就是人家这个饭和这个人的服务，是比我去的那些清水来要好的许多，就是，所以我就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反正是绕来绕去，还是又绕回这个王总的。上次给您聊的时候，我说这个阿姨，您去就是找其他地方之前，您跟我说一下，然后你想要什么条件的，我说我能够给您做一下意见参考啊。是，您发的那些视频我也看了许多，看了许多是，好像是他也往过发一些视频让我看，看了以后，今年就是说。也就是说，比方说有四五个视频嘛，我今年就跑出去看了两三个，您看了两三个也吃了吃他们的饭，您说您去的地方应该是我没有拍过视频嘛？是你拍的那个群海那个好，我没有去那个，也有点远，好像也不好去。琼海离三亚还一百。就将近200公里了吧，差不多是的，那个比较远。没有去琼海，是你拍的那些，有一个，就是他的院子里面什么有花呀，是什么有啥有啊？那个我没去那个家，就是说你说的挺好，应该是不错，可是我没去。就是你恰恰去的是我没有拍摄过的，结果呢，都到那体验了之后感觉不行。那真是。那阿姨，这。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我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些地方可信度，值得信赖的这种程度还是比较大的，是吧？有价值，这个是实在话。就是说，你发的那几个视频我没有去，就是看人家的饭菜质量啥的，好像看见挺好，我没有去，我不能说具体的这个感受。对，其实是视频上看见不错。王总这个是。咱不仅是经历了这个店，好几个店都经历了，都体验了，感觉挺好。王总主要是，我觉得哈，这可不是说恭维话，你要把这个事哈，就是凤姐一直表扬我，王总说，什么当成什么事业来做哈，我觉得是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话也能说得通，
应该是把这个事情哈，嗯，真正的哈，当跟一个这个自己终生的一个事情，哈，实实在在的，这也是自己的一个饭碗，对，是吧？你把它经营好了，对自己也好，这对大家都好，对，哎，互利共赢都好。其实我经常讲嘛，就是无论说跟这个大家就是说谁聊的时候，嗯，我经常讲，我说我之所以愿意往他这儿来跑，嗯，去做这个视频节目，就是看中了，就是说真正是想要做事的这个人。我上大学的时候搞创业啊，也就是，那些创业评委，有的是投资人，哎，有的是这种创业导师之类的，他们当时都给我们说，他说我们投一个项目，我们首要看的是这个项目发起人怎么样。他是不是做事的人？对，那如果是做事的人 ，OK， 这个事可行度那是另外再考量、再评判了。是的，你本身要是不是做事的人的话，你这个项目、你这个事情再好，你做不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印证了您说的这个。他这个老总的话，我觉得确实是，是想要把这个事情当成长久的事业做下去的。是啊，而且是就是。最后人和人之间哈，汉子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？您不要客气啊。做人还是做事啊，最终竞争的是人的竞争。啊，对对。其实是人的竞争，没有人办不了的事儿，也没有人克服不了的困难哈。嗯。哎，就是说，你自己看你怎么去对待这个事也好，对待人也好，对待一切的一切，你的态度决定了。你的不管是人生的高度也好，还是事业的高度也好，对，所以很多人到这儿来了，那些叔叔阿姨说：“欢子，这个你分享的这地方不错，尤其是他这个店的这个就是老总啊，跟这个店长啊，服务人员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个温馨。你像这个，尤其今天聚餐哈，你看，就是整体的这个全场的氛围多好啊！我前边视频也给大家去分享，就是这个，你像冯阿姨还说在这过节是真好，是吧？她说真热闹，然后。”这个有这种氛围感是啊，我在视频里边，这个我跟这个大家也说，我说这个就是你，可能花的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量是吧？你享受到的一个环境、一个条件，哎，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氛围，所享受到的这种服务，它都是得成正比的。哎，说句不好听话，你要是说是想要去花一千多块钱是吧，一两千块钱弄的是非常让大家觉得，就是说实话，也我敢肯定一千多块钱呢，他办不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的。他好像也没有这个成本哈。啊，对，成本也没有。对，这个东西就咱说一分价钱一分货。所以呢，您刚才说您跑了一圈了，最后又选择他这儿来了。对啊，其实我个人觉得怎么说呢，这个东西就是咱说那个这个有个说法，要买东西的时候货比三家不吃亏，啊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是的是的，你比较完了之后你才知道，哎，啊，哎，就更有发言，对，谁哎谁更适合自己。是的，您就是您是山西是吧？山西人，山西阳泉。山西阳泉，您是就是山西本地人还是，就是本地人啊？就是本地人，就是本地人啊。聊那么久了也没有给您问，就是说您作为山西人的话，就是从您个人的角度上来讲，他这儿的这个伙食方面，就是您有啥说啥就行了。不错不错啊，该怎么说怎么说。因为你看，就是我不是去过清水湾啊，我可以做比较，他这那个清水湾是他给打，就是啊，分餐制那边也好，不喜欢的也好，人家给打啊，这个是你随便自己打自助餐，你想吃啥吃啥，你爱吃的你就多打，不爱吃的少打。嗯啊，那菜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先进，比较人性嘛，就是哈，比较进步。你比方说人家给打的那个嘛，咱也不太喜欢吃的，有时候他给打上了，你说你扔了是可惜的，不扔了是不想吃。不，对，对，这是个事儿。那你说？他给分餐的话，那个品类多不多？就是您住的别的地方，就是，五六样、那在这儿的话，我看现在是做几个餐，现在每顿是10个菜是吧？也有两个汤，
也有这个其他的那个阿姨跟我说，她说能不能给她老总建议一下，就是每餐啊，就是每个周或者是每个可能每个月的话，这个排表的话会比较麻烦。就是她的意思就是每周一周七天，然后呢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是怎么去安排，弄个表。她说，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家看哪一顿做什么菜。想要在这吃的话就在这吃，不想在这吃的时候这一顿就不吃，去外边吃。他说让大家能够更明确，更知道，更了解的多一点。对，这样会更好一点。然后是，那就是越来越好了。对，我说后边的话跟他建议建议。越来越好，这个也请他都是在干什么事儿哈，都是在摸索。对，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以前啊，就是说改革开放就要摸着石头过河，是吧？对，他现在也是用到这儿也合适。哦，做他这个事情，这个行业没有范例去做这个参考，你就自己去摸索的。是，因为现在他这个还不能正儿八经的叫养老，因为养老这个门槛非常高，养老需要国家民政部发这个牌照，就他要求很高。但是他这个呢是康养，就是提供吃住玩乐，就是除了医疗不提供是吧，其他的他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种需求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的话，就目前来看做到这个水准水平还差不多吧。不能反正我去的清水湾看了几家，那就是没法跟王总这个比的。就是规模呀，吃呀，总之还是一句话而已，就是不管是在哪儿，大家自我感觉和体验最后做这个评判和决定，就是说你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地方。对，因为这个无论价钱的高与低，它区位，你找到你选择是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就是最好的，是吧？你不能说别人说别的地方好，你去了他说那好，结果不适应你，不适合你，那这个也是不行的。所以你兜了一圈又回来了，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你。 对，是的，就是你不兜这一圈你真的没有发言权。我是不让他去啊，没有发言权。姐，我就喜欢去。我觉得说是不要老在一个地方啊。明白，我能理解您这个想法而已。多转转，可是呢，就是他们那个条件就是不光是条件，你比方说这个风餐呀，还有这些卫生服务态度，这方方面面了，是吧？是了。所以这个东西我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啥呢，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为啥呢？你像他这个地方，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啊，他有，你看这一般人马在这摆着，对，他服务人员就是他有这个规模，有这个体量，就是咱说这个说的这个对，非常对。他即便是说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说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，因为我经常讲，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，也一百个人你也不可能让这一百个人都满意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，有一个这种服务的框架和这个平台的话，那肯定要比那些小规模，就说句不好听话，小打小闹的要好得多。阿姨，是，就是说，你拿他怎么当回事，他就给你的回报多少。对，没毛病。就是说你就是，我觉得王总哈，很有前途啊。我不是夸奖说什么大话，因为。在这儿我也不方便说许许多多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啊，因为这次来了我兜着一圈，中间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就是看到王总这个人是非常胸襟也好，做人也好，别看是他比我小，我觉得我得应该向他学习。不是大度，是一种涵养。就说王总这个事情，我就看到许许多多就是细枝末节处理得非常大，就是说小事有时候你忽略了，可是呢不知道哪一天哈，就是因为这一点小事，就是引发一些，比方说啊，其实大家都想不到，好像这是咋回事，是就是
有个那什么效应啊，反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，就是好像是叫个什么效应了，那个就一下推倒的，就是一张牌倒全部倒的那个，嗯，叫啥来着？那个多米诺骨，多米诺骨，嗯，真的是有道理啊，嗯，我觉得对、嗯，所以他就是。对于他做这个康养这个事业来讲，我觉得就是首先有这种服务的认识和理念，在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理念指引下去实践实施，从无到有，从有到优，从优到这个品牌化，这个效应化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的啊，所以我们说不了这么专业的，就是说就是我们只是个人就觉得就是，你看着他多重，他就能回馈你多。哎，对，这因为这个东西，哎、就咱讲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是吧？是是、嗯，我不知道说的有没有道理哈。可以可以，行，非常好，行，非常感谢。我也很感谢你，谢谢。